好不好玩？今天带石头出来玩，儿童节嘛，出来呢还是要给他穿上尿裤，不要怕到时候尿了或者拉粑。我自己也趁机可以玩一把。这个谁推我呀？这些小孩都和他差不多大，哎，玩得开心得很。妈妈陪你挖呀挖呀挖，买了吧，玩了，他玩沙子，他把车子拆了。爸爸，怎么了？爸爸，哎，你自己修车，你自己弄的，哎，坏了，谁让你搞的嘛？车壳坏了，要不要帮你修吗？还是你自己修？你自己修。修，妈妈修，好。怎么修啊？今天就是小孩的天堂啊，人超级多。起不来就算了，我们到下面玩。下面，哦，可以了，姐姐你一个人了，对。玩不玩了？哇，这姐姐太好玩了，不要太好玩。我是太大了，太肥了，我不玩。你看这些全是小孩。你先全部切开嘛，切不切？切多一点。太烫了。这么久还烫，这哪里烫啊？这是故意的。是一会别哭啊。痛不痛？随便。他只要试到了，他才知道痛。这小孩就是这样。他不痛。哥们。赶紧贴去啊，是真的吗？假的？真的，都是真的。好吃哦，哦，好吃，再给你。他说好吃。还要不要？哦。再一下酱。刚才没得吃，不吃了，记得吃吧，觉得好吃了。蛋蛋啊，等一下，啊、蛋没熟，我、哦、再酱，再这个再不了，这不行，烫烫，